故事有些莫名其妙开始了，黑白的颜色配乐是哭声，一个女人含泪交杂的笑容。她躺在手术台上，手里抱着婴儿，但是外头并没有这故事该负责的人在等着。她自己咬紧牙关，沉默了好几年，才开启她的人生。她告诉我，不要哭了，人生本来就苦涩，没有对错这份选择。你的选择，不要问值不值得，这就是过程。你要更快乐，看看你比很多人都幸运了。记得此刻，你还紧握着善良和天真。故事来到千辛万苦的家门，看夕阳的口吻，倒起眼里的黄昏。那个女人血泪交杂的笑了，在瓷砖地上，手里抱着疑问，但是外头却只有这故事把恐惧的人在哭着。我只能看着灯光灭了，并带着那几年的恨离开这。他告诉我，不要哭了，人生本来就苦涩，没有对错之分选择。你的选择，不要问值不值得，这就是过程。你要更快乐，看看你比很多人都幸运了。记得此刻，你还紧握着善良和天真。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一起像最初那样回家呢？我告诉我，大声哭了，能够一起走到这，早无力做这份选择。我的选择，再多痛苦都值得，这就是家人。祝福着，记得此刻，我们紧握着善良和天真。